特征组已死，司法已死。马英九总统明知自己犯罪，明知自己有收受政治现金法以外的政治现金，他怕坐牢而用这种腥风血雨的司法战争，他是犯罪的，他将来脱不了罪。名嘴周玉蔻前年接连爆料，质疑总统马英九涉嫌在大选期间收受顶薪未加12亿元，马行政团队已因此在黑心油风暴包庇未加。他还说，国民党私下拿了2亿现金，但国民党认为所言不实，提告求偿300万，并要求登报道歉。台北地院11日判，周玉蔻胜诉免赔。